检查。现在想收拾来不及了。什么检查呀？对呀，拿过来吧。彤彤最近太迷恋小马宝莉了，连书包都是独角兽款，不过也挺好看的，就是里面的东西会不会让我大吃一惊呢？天哪，满满当当的，就是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藏东西。这张卡为什么带到学校？我给我的好朋友分享一下，有问题吗？哪里？这个小包包好可爱，就是彤彤，里面装的什么？书包自带的魔术贴。有问题吗？记作业本、纸巾、驱蚊贴、尺子。纸条，这什么？这是我帮老师查笔记的优秀名单，有问题吗？哦，我忘了哈，忘了我们家彤彤是班长啦。切，这里面也是文具，怎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？彤彤可是最喜欢带稀奇古怪的东西了。没啥问题，我背走了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！这次妈妈没有检查到这里。